大家好，我是吴英嘎。今天我们家要卸料，就是喂牛羊的饲料，带你们去看一下。那根柱子挡着路了，又动了，拿不掉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卸的料了，饲料40吨，就是1000个麻袋，是不是很壮观？好啦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我就先回去啦，回家给他们做饭去。看，已经卸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是这样子的，这里有玉米啊，玉米皮，还有一些菜籽儿，这个很容易消化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记得关注我哦。